官恩娜呢日出席校园活动嘅时候啦，记者醒起，咦，听讲最近你转咗新公司，系咪啊？其实都定咗噶啦，不过咧就要等公布咯，系啊。几时等新公司决定。即系未定嘅，未讲住咯。咁其实最后阶段啦。最后阶段咯，系啊。转边间公司都懒神秘咁，咁到底转会费系几多先？可以透露下啩？吓、啊，其实我唔系谂呢样嘢嘅，真系，即系我知道啊，个个都问我咧，人人都问我，到底你转会费几多啊？咁我觉得其实最紧要系个工作同埋音乐嘅方向系一致，同埋帮到我即系更上一层楼咯，喺我工作上面。